刑警抓毒犯，一个帅气回旋踢，木头门应声打开，却发现里头是一位妈妈抱着襁褓中的小 baby。简单一点，没有一般攻坚的强力压制，刑警点起证物也是轻声细语。原来妈妈就是毒犯，突如其来的巨响吓得小男婴哇哇大哭。所以说这题我会，好吧？这题是中文题啊，70嘛哈。警方自己也是爸爸，为了安抚男婴，泡起牛奶，动作熟练，还要掌握热水温度，铁汉柔情。温度刚刚好，谢谢。专业的，泡下嘴泥啊。47岁陈姓嫌犯长期在苗栗地区贩毒，即便是怀孕了也没有收手，生下孩子后继续开着车四处卖毒，以为载着婴儿用品可以掩饰犯罪行为，依旧逃不过警方法眼。经搜索查扣12级毒品海洛因及安非他命共17包。妈妈被移送苗栗地检署，法院裁定羁押，男婴才2个月大，则由爸爸带回照顾。另外台中和平也有毒贩被逮。下车，下车。放下！警方开侦防车围捕，开枪击破轮胎，敲窗顺利逮人，案件持续侦办当中。记者杨胜吕云杰，台中报道。